樊子草，找到了，能活了，活下来了，赶紧把身上的蚂蟥给他去掉。不行，天太黑了，我蚂蟥我都拔不下来。蚂蟥，蚂蟥。看不到，没虫子呀。先把笼包挑破，挑破两个笼包。哦，我晕倒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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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晕倒了。发烧了？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要发烧，不要发烧，没发，没发，没发烧。快帮插吧。没发烧，没发烧，把这块割掉。绷带，绷带，绷带，两块绷带，两块这个，然后绷带加烟草，做烟草，然后好，烟草敷料。要不你接绷带就行了，接绷带就行了吗？啊，你只是那个没感染吧？对，我没有感染。哎，我腿上有蚂蟥吗？哦，腿上有一个脓包，操！腿上还有个脓包。你刚晕了一下。繁殖草叶。搞破了。你现在看起来就像个粽子。哎呀，我刚好三个传子草叶，我操，我治好了又发烧了。伤口感染我慢了，不过只有一层发烧，但这个伤口已经感染了。一层发烧能顶过吗？你去试试看那个弹幕说的那个水煮那个酒节，绿酒节，绿酒节。 OK， 我知道了，一层发烧应该能顶过吧。但这个伤口还要包不包？不用包了吧，伤口发烧如果自动好的话应该是没事。这你地狱难度我不清楚了。我发烧，我马上退烧了，我营养能顶过，马上退烧了。应该没问题，退烧了药。我又晕倒了，别被咬，千万不要被咬。退烧了，退烧了。问题我是伤口还在啊，还是在是吧？对，船只，我操，船只走，妈了个狗逼吧，运气太好了。活下来了。烟草啊，繁殖草。你那个是感染？感染繁殖草加烟草吗？哦，不是，烟草是解毒的。你这个直接拿传草行。直接叶子绷带，绷带就可以了是吧？你先挑破，你先挑破试试看。不行不行，我感染了，我感染了。用未知草药加这个，好像做百合敷料。百合敷料，嗯，百合，你这是个药先挑破啊？我挑破了，挑破了。百合敷料敷不了，我用烟草敷。
烟草铺，最后一个烟草。我烟草铺也铺不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去搜看呗。用他们说用蛆，用蛆咬。哦，化脓了。哦，化脓，伤口化脓。哦，我在用蛆咬。再用蛆咬。用蛆咬，然后呢？敷上去就行了。蛆敷上去就够了是吧？我洗一下澡。没有没有，那个什么草。他们说我用了烟草才感染的。烟草是解毒的。我一个烟草敷料，一个百合敷料。再用绷带吗？不用了，这些绷带。蛆在吸我的脓水。蛆已经在吸脓水了。我晕了过去。完了，我营养不足，我差一，我一丝血。哦，然后再绷带绑住是吧？脓水已经吸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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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脓水吸完了。我现在赶紧吃饭，得赶紧吃东西。活下来了。长尾蛇肉，你这个解放好了，再洗个澡。哎，我身上怎么又有东西了？好，滚！赶紧洗澡。赶紧存档，赶紧存档。这会儿，哇，活下来了，争分夺秒。